三五零 Boost， 来，各位 Easy Boost 三五零 Make My Adidas Adidas Canny。OK， 我的鞋子是44号。OK， 所以我们开箱。350，来，应该这样子开箱才对。350，得得，来，给一点圣光的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87难受。我今天我要开箱这个四位数的鞋子，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买了四位数的鞋子。其实这个鞋子我已经看到都在马来西亚看到都舍不得出手。为什么？因为通常这样子啊，会吵架的鞋子啊，限量的鞋子啊，通常都会被吵架。吵了架，比如他如果在台湾有吵架了，来他们买了一些店买了，然后在马来西亚售卖，然后那些价钱肯定是飙到超级无敌高了。我之前还记得，我之前去阿罗斯达哦。有一间就是买潮流的鞋店啊，哦，就只是没有什么装修，就只是挂一个招牌，然后旁边就弄一个很普通的鞋架而已。我竟然看到我有史以来第一次 EG350 黑白的斑马出现在我面前，我整个人傻去，而且那个店还用保鲜膜包着它，避免人家摸到烂还是什么，哦，还是有一些污点。那双鞋呢，那时候是售价是5999，听清楚啊各位，5999就是6000块的意思。那时候我还在考虑说要不要买，然后过后它就是复刻第二次出来，好，然后价钱就被拉低了。现在多少钱我不知道，因为我对黑白的款式没有兴趣。哪一种款式有兴趣，就是接下来我要开箱的这一款。好，我今天人在西门町，好，影片上的时候我应该就在马来西亚了。所以我今天就是买了这个 EG350 Boost 黄色的款式了。很多 YouTuber 都讲，哦，开箱黄色很不美，很不美，很不美，很难看，很难配。我觉得鞋子不是拿来配衣服啦，鞋子你看到喜欢你买就对了哈。哦，就是你就尽量找一些衣服配得起你的鞋子就好啦，是衣服配鞋子，而不是鞋子配衣服，对不对？哦，喜欢鞋子的你们一定觉得我讲的话很非常的有道理。OK， so 废话不多说，来开箱。然后当然在开箱之前，我还要讲一点，就是昨天的时候，我有看到接下来我要开箱的这双鞋子。昨天我已经有好几家店家有这双鞋子，但是我不敢买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怕买到假了。哦，当然啊，有一间店在西门町很出名的，很多个明星，很多个 YouTuber 的潮流的 YouTube channel 都会去访问的一个店家，所以我对那个店家完全是100%有信心。为什么？已经那么多 YouTuber 来朝圣你的店家，那么多明星去朝圣你的店家，去你的店家买东西，所以你的店家一定会严格把关他们的产品，而不是乱来。所以我那时候我看了那双鞋子，我有一个冲动，我想要买了。不过我想一下，用四位数来买一双鞋子会不会有点过分？哦，我就一直在那边纠缠来纠缠去哦，朋友又叫我买，又叫我不买，哦，我朋友一些叫我买，一些叫我不买，然后我今天我是决定不买了。但是我看到了专卖店，各位听清楚，是阿迪达斯专卖店限量发售，刚刚好有我的 size， 你能不买吗？我已经找不到任何理由不买了，各位。好，Adidas Original 专卖店买鞋子，你就不用怕它是假的。哦，可能你们会觉得，哦，他们会掺到，应该是很难会掺到。如果你在平常的店的话，你可能会担心吧。这个 Adidas 的店
专卖店他们也不敢乱来吧，对吗？如果他们乱来的话，真的是会被告到很难看的。OK， 所以我今天买了这双鞋子，哦，好开心，而且还是限量发售，竟然还有，哇，来开箱。就是这个，来各位，350 Boost， 来各位 ，Easy Boost 350 Made by Adidas Kenny， OK， 我的鞋子是44号。OK， 所以我们开箱350，来，应该这样子开箱才对。350，得得，来，给一点圣光的，一双鞋，我还在考虑这要不要拿来穿。把你想想看，一双鞋子你买了放在那边，你不穿它，你不觉得是一个浪费吗？我觉得。辛苦的赚钱，赚了这些钱来买一次的贵的鞋子来犒赏自己，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。而且这双鞋我已经要了很久了，半年前一年前我就很想要了，虽然颜色很多 YouTuber 讲不很难看什么什么，我觉得是超级无敌美，因为这个颜色很特别，很少有的颜色。 OK， 没有它的味道哦，是没有塑胶什么那个什么很臭的那个新鞋子的塑胶味，没有，它就好像有点布的味道。 OK， 它味道不重了，哦，所以它这里就是这样子，哦， Easy Boost， 哦，限量发售了，哦，因为而且他阿迪达斯的电脑，他有些啊，你买5000扣啊，给你一个折扣券500；买10000啊，给一个折扣券1000。过后我就问他，哦，我的这双已经是超过了嘛，就有没有？他讲，哦，因为这双是限量款，所以没有这个优惠。所以我很无奈啊，我超级无奈啊，我超级无奈啊，因为这个是我原价购，你们的 Adidas 的店原价购买，然后你刚好有搞这个活动，然后这个不列入活动，我真的很不明白，你这个是原价卖的，你又不是有折扣18%还是20%。为什么你不给我参加你的活动？哎，好开心。所以我回到马来西亚的话，回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再上脚给你们看啊。So， 马来西亚见，拜拜，哆喽。